家凯斯见阳喽！你们家凯斯来没有？姐，这秧苗这么细，什么时候才点完去啊？你点快点嘞，看明天要下雨了哈。没带好多啦，我下面要做饭。好，等你再回来。来处理一下雨。姜拍碎。蒜拍碎，红辣椒，倒油，加了两面金黄就可以了。虾酱、花椒、红辣椒、麻辣锅、红蒜汤，虾蒜拍碎，盐巴。生抽，盖起，让它煮开，开了，下鱼，下鱼泡，下豆腐，再来点葱。姐，饭做好了吗？刚做好，你快点打饭来吃哈。来了，来了，来了。来，快尝一下。哇塞！再尝下豆腐。你咋回来那么晚哦？你说只有一点了，其实还有很多。那里有很多吗？